超大的，泡汤区好大哦。有三个鲍鱼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刚好听到有水池前面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一直闹着要拿回去拿玩具。晚上9点最晚入场。对对对，好好好。房间到了，哇，超大的，没有 view， 对，它没有 view， 可是它的那个双床房超大的，拖鞋拖鞋，然后它有附那个浴衣耶，还有那个拖鞋，它那个夹脚拖，哇，它的那个。泡汤区好大哦！先做一个 room tour。它好像，哎，它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它是一个天井，但是不能开。好，然后是一个很大的浴池，嗨，没有阳台。哦，它有澡盆已经付给我们了。然后这边是，哇，它是有免治马桶耶。然后它这个是可以。这样关起来的，拜拜。哦，不要夹到手。它有迎宾水果耶，一个柳丁跟一个苹果，然后有附刀叉，然后附蛮多小点心的。哇，还有这个唐宁的茶哎。它这个是给个木头。然后这个是哦，我以为是可以点餐的，它没有 room service。这边有很多。插座孔，听说他冰箱里面有哇，有4罐舒跑哎，跟2罐冰水还不错。请问在那边照相照镜子的影子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备品吧。嗯，不是什么大厂牌，不过这是乳液，是润发乳。就是一般的备品，它只有2个牙刷，没差了，是成人的，我们自己有带小朋友，小心啊！刚才发现他们的吹风机蛮高级的，是这个 Tascom 的，就是什么胶原蛋白的。那请问是粉号吗？对，我们是有住在这边，217。对，你要喝这个是？那擦桌子啊，开胃菜哟。百香果，还有那个花生，应该是京都牌子，还有盐醋虾，不多。汤还不错，然后真的是两人份，就是它分量不多，但还蛮好吃的耶。妹妹好吃吗？好吃。它的饭是可以续的，它吃的东西真的是比较普通，然后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偏僻，所以你基本上不可能出去外面吃，因为真的太远了。然后，但是东西是好吃啊，但就是分量超少的，那唯一可以。接受就是他的饭是续的，然后还在等一个蒸鱼，等超久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游戏间吧。哇，好好看哦！妹妹在大便吗？我在大便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在这边大便。是吗？大完了吗？然后应该也是，他是。
类似 VR 的东西吧 ，Xbox 不知道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曲棍球，它应该也不算是以亲子餐厅为主吧。来讲它的游戏是不太合格啦，我觉得，就东西太少了。好，我们回去看看海鲜到底来了没。刚刚有这个宽粉，好了，一点点小小加分，也太少了吧。水果还有甜点，啊，这样子。对。所以每天也太开心，吃饱了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卖一些，这好像是。你知道这个好像垂坤是那个院里的有名的店，就是他专门卖这种零食的。5块，5块，5片。好可爱啊，大家！到早餐了。它7点就开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早餐吧。好，太不糖，我慢慢的。那个，最爱的那个麦片呢？加吃。豆浆、饮料、牛奶。这个是吐司，面包出来。面包。果酱啊，起司。那饮水机，好长的。炸物。看起来蛮好吃的，这应该是素食吃的凉面耶。它看起来好，它有肉燥饭。刚刚还有一个沙拉，其实算是它有的有，那就不够。爸爸带妹妹来打快打旋风。好像蛮厉害的，可以双打吗？可以啊。哦。啊！你怎么啦？太难了啦！
个身材，结果是脚的倒立。哇，好梦幻啊，好可爱。终于，其实已经11点了，然后我们要离开了。我们现在这边，门庄我们去过了，就是吃抹茶那一次，没有带小孩去过。妹妹，你把渣渣全部都吐进去了哦，你好棒。吃饱没？吃得好脏啊，好笑。好，我们已经从香屋饭店离开了，我们要去南庄。反正我觉得这个饭店应该它的强项还是那个玩水的部分，它的饮食真的就是它的弱点啊，就是吃的蛮真的蛮普的，可是因为这地方实在太偏僻，你也不可能开车出去。差不多快一点了，我们到了南庄老街，然后我们在等停车位，因为那个廉价真的是超多人，停车位也是全满的。通往南庄老街的小路，哇，好热闹，而且很香。感觉就是很多好吃的东西。这应该是梅干吧，梅干菜，超级小一条。这是桂花饼。天哪，我看到客家菜包，整个就受不了。超级想吃的东西，已经忍不住要吃了。我想要。我妈来吃桂花冰了，菜这种快吃完，太饱了，好好吃哦。桂花综合冰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哇！坐这边好不好？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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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味道也很浓。来吃什么？哦，那不很少买。这是有名的板岩邮局，可是人也太多了吧？可能就拍拍照就好了。我们要打道回府了，然后刚刚还买了，这是蛋卷，桂花蛋。妹妹，你要流汗了。